明天你啊啊！不要这样子。Oh no！ 我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是红娘啦，但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有机会继续下去。你冷吗？冷，冻死我了。小号。哎，你穿上，挺冷。谢谢。你冷吗？啊，我不冷，没事。穿外套真的是很亲密耶，会很甜。拍过来了。对，我后边有行李，大家一块搞吧。没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开了吧，我今天有点太困了。行，我自己开吧。没事，头能开过，我问问他。没事、我可以。行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哎呦我哎呦，这有什么道歉的，我真服了。啊，三台车怎么坐？怎么走啊？怎么小孙？来，快！你开吗？我开吧，我开吧。行，我开一下。小号这边吧。他叫阿比奇的。猴哥，猴哥，小号这边。哦，快上车。哦，好呀。啊。上车。走。哦，哇，哇，终于坐上你的车了，爱了。我们快上车吧，冷。行。现在是怎么？谁坐我的车？他这样很可爱。你们塞满了，那我坐你副驾得了呗。来。露出了傻眼的表情，哎，怎么说？我坐你的舒服一点。那我坐美女姐姐的车。哎，哎呀，我要坐美女姐姐的副驾呢。哎呀，我专业副驾。就差一个我妹，我们五个人就齐了。你早上也开车去上班的吗？对，我今但早上是那谁，王总开的。啊，王哥。王司机又咋了？王司机开的太慢了，怕出危险。哎，隔空没有说你夸你那个，谢谢你呢。好，谢谢我。我得谢谢你送我去单位了。哎，太尴尬了。OK， 我们出发，拜拜。哎，那我那个另一个北京人是他，99的。他99的。对，威廉。OK， 然后是猴哥。猴哥叫什么来着？他全名叫啥？我也没交代。猴。他没有说他叫没有没有你有了解一下，升级昵称吧，猴哥和小猴。小猴多大？大家也没有问。00、啊、是吗？工作啊，他00的工作。小猴00的，这个我没有，我感觉他身上还挺成熟的，看着。然后你们还都是天秤吧？对，哇，好有缘啊。那你晚上吃饱了吗？没吃吧？没关系。对，我看你晚上没怎么吃。坐的边边。咱明天去超市怎么样？好，买冰淇淋。对。哇，我要吃巧克力的。然后我带了那个火锅底料来，明天我们可以去超市再买点菜。可以。然后直接涮火锅吃。可以。小心啊，小心！他们减速了。你在保护我是吗？啊，好感动，好安全感。
还有男友力，可能反应巨快。对，我从小可能就是这种就是在女生堆堆里对角色，嗯，会照顾大家。我觉得跟女孩相处，好像我更容易做那个姐姐，但是我其实一直不想当姐，就是特别想被人照顾。行。get 到了，我照顾你啊！我太开心了，想被保护。哦，哎，我才发现双胞胎没有坐一起，他们可能就想说不想两个人一直在一起，想去和其他人交朋友吧。困了，累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，一人拿一个。我们拿着我们的装备。Let's go。来，我来。我来一个，太多了。走。Look 题太多了，他已经够惨的了。哎呀，这么几步路而已。OK， 那走吧，还挺沉的。回家。Go。Thank you。王子给公主开门了。我大喝，别摔这儿。差点一个马步飞出去。好期待你的表演。作为一个优雅的女人。那门关了。我要换衣服去。什么好东西啊？这是？我自己的，然后还有点水果，一会儿拿下来了。资源物品。没有拖鞋哟。嗯。那还有个黄的。没事，就这样。我光脚算了。问题不大。你跟他一个房间是吧？你帮我把这个。好嘞，谢谢。没事。这儿。谢谢啊，放屋子里，东西找不到了，衣服 OK， 穿上吧，嗯，是不是冷？我把包放。拿出那个小海报。哦。So cute。往这儿吧。大太阳可爱。哇，床头哎。可是为什么我反而是在602号房看到这个海报啊？还回去了。哦，真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是不是小孙有一个，他有一个呢？现在我们就是看到这个，然后一个是那个实体的，一个就是那个毛茸茸的，对。就是他还回去了，因为我们住的那个601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是我为猴哥举大旗。啊。或者简单来说，他们换了个房子，换了个家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们带着这个悬念看看。嗯。哎呀！我现在觉得他很可爱。哎，来了！先跟他们三个一个人都没有接触呢。哦，咱们屋三个没事儿。我帮你解说是一样的。妈，确定是一样的吗？那你怎么了解他们？你都告诉我。
好可爱啊！我感觉 look 那真可爱呀、啊，他就是特别机灵感觉。小孙他就是一个比较说走就走的那种感觉，率性。那他是不会，不太会主动开启话题的吗？就是他在饭桌上的时候，他就是跟那个，就是不怎么跟我说话。果然，啾啾感觉到自己不是目标。失落了。我感觉那个好运真对你有意思。为什么？真的。怎么感觉？天蝎座的直觉。我觉得他知道。有点困扰哎，我也觉得他好像是感觉有点困扰。信息了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发送信息的时候可以发一句话给他哦，但是他还是收不到的哦。泡泡按一蹦，换量好心动。接下来进入多芬美肌推理时刻。我们这一次呢是男生一对，女生一对。我们男生猜女生，女生猜男生。好，我们猜女生。对，对。有难吗？太难了。那我们女生先吗？对，女生先来吧。那我们第一个威廉就无疑是依依了吧？依依，他不用想了吧？他肯定是他了吧？猴哥跟小孙都是猴姐。对啊，对啊，肯定的。然后卢可是不是依依啊？我觉得是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剩两个比较难的，对，大齐和曾曾。应该要问那个派派，像你们这样的小羚羊，如果你喜欢的一个女生她大你比较多好了，然后你问她说你对我印象怎么样，她就说我觉得派派人很好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小弟弟。那你当天还会再发信息给她吗？但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小羚羊他们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喜欢一个东西，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，执着。对，好，他说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对，小心哦，他要害你们哦。我刚觉得他很真心哎。最后一个，大齐是依依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是江津，我不敢坚守哦，但是我自己是选依依。可是你们说江津，我也觉得有道理。我觉得是依依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感觉出来这个好运，可能心思在威廉身上。好吗？好吗？依依，哇，那我们很集中哎，就只有两个女生收到三个。好吧，收他了。OK。哇，真的哎。对吧？超集中的。来吧，朋友们。到咱了，咱们就是先来一个好运的开头，这有点难的，因为他已经被感觉到他不坐他的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会坚持。好运这性格肯定是，你坐不坐的我也得表达呀，对。那你就坚持啊。
早上一起走得好好的，晚上你又在这给我乱串。我车哪里不舒服？姐姐妹妹呢？因为有点难。有聊到卢可很可爱的是谁？加油！一点不帮忙啊！好啦，妹妹啊，妹妹嘛。哦，那应该是卢可。姐姐，小孙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小孙，依依，还得是威廉，他只需要微微一笑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侯姐会选侯哥，侯哥啦，侯哥，对不对？侯哥啦，只是他心里面应该有一点点小小动摇，但应该还是侯哥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不一定哎，他明天要约早餐呢。对，我觉得毕竟那早餐没吃呢，可能吃完以后明天就改了。但是你看他晚上最开心收到的礼物，他晚上不得要说一句谢谢吗？哦，你这个思路很对哎。哎呀。我觉得海涛哥可以信自己，你的动物跟他一样。对，你想一想，你感受一下。对，你有你的动物的。我觉得，你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白天鹅，你说我收到了一个礼物，我是会，我是哎，对，这个我还是会想本能的客气一下，但是我选猴哥。好。哇，我脑子结束。哎，好紧张呀！我最紧张的是。侯姐，好吃好玩奥利奥，满满心动好味道。接下来进入奥利奥心动揭晓时刻，我们来看一下男生的结果。啊，紧张，心跳。一定先看最下面是不是连最上面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说对了，对，我们对了。两颗嘞！哇！对了！哇！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啊 ？Good！ 耶！耶！太棒了！哎，元老终究还是元老。哈这个也蛮厉害的耶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信息内容是什么。保温杯里接些热水，晚上哦，因为他一直拿着保温杯。哦，细节。吃太少了，这是第二个。曾曾，欢迎加入侯家军。开始在分类了，有没有？明天也记得要吃早饭啊，对，约早饭。哦，他们约吃早餐。在小院吃早餐，这个挺猛的呀。红色很好看。很遗憾，我们今天座位相对也陌生些，希望明天我们可以增加一些交流。嗯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女生的选择。哦，紧张。我耶耶耶！我的侯姐她给了小三，哦，好，哥，你不是说你了解吗？我是只了解男人，女人我们这样，我们看看错在哪里了。首先啊，依依给的是曾曾，侯姐我们也错了。给了小孙，侯姐给了小孙，yeah. 没有给侯哥 ，yes， 他不去侯家去了，嗯哼，看看他传什么内容，债市老板互相关照，哦，因为他们有聊到那个金融， 今天辛苦司机小王帮忙开车啦，下次做正常的好吃的贝果以表谢意，哈哈哈。女生通常哈哈 哈都是想表达什么，但是有点尴尬，那就哈哈 哈吧。看一下猴姐。猴姐，我真的是，明天就一起啊！啊，不要这样子！Oh no！
是不是真的是红娘啦？哎，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有机会继续下去。你喊什么啊？我们所有人就是哇。其实我很怕 Jerry 吓到，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那么活泼。对。我小时候比较慢热， 对，所以他应该会觉得我发疯，但没有，这才是我。侯姐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俩都在说明天见，对，他们的讯息是有对应的。对，他的问题是他们俩的讯息是高度吻合。侯哥没事的，侯哥。没关系，多给他们一些空间，这并不是坏事。一个早饭，早饭没关系。对，来，我们看看姐姐妹妹。永远在自己最开心的状态就好啦。今天一定要早点睡觉，明天要是回来的晚的话，就交给我们了，大厨。哦，他们发的信息真的都是很内心想表达的那种，对，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意思一下。对，在这里我们先要恭喜三位女生，恭喜啦！谢谢，可以获得我们的新专辑。哎呀，两颗了都。谢谢。哎呦，快放不下了吧都。哎，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怎么，感觉空空的，有点空。没事，旭哥，咱们也就是说，得多加努力吧。好想看他们吃早餐了，快点下一集。